两个交流道非常不推这里，因为这边超塞的，开车的单行道，骑机车的勉强可以停。两个站是推台山线的骑机车路线，以日游为主。不过今天的话，有令我蛮意外的是人多到满出来。这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可以满成这样，蛮特别的。以前我记得没那么多人排队。我看别人 YouTube 的介绍，其实这边人相对来，我是看过，所以有时候这边其实平常应该是没什么人的、啊。有人说突然加热有这么多人，也蛮惊讶的。哦、我们要从哪边进去呢？往那边方向走吧。其实这边真的蛮特别的，你看那个水涨潮起来了。因为前面有一条路，然后那个路，好吧，已经没在水中，像个潮汐一样，但不是潮汐，是下水。可是这边其实你看水草，看这里。水草是阿北就是其实一块石子，对啊。神奇的奇怪。对啊，蛮适合拍照。它其实是湖中的小亭子啊，可是怎么？好吧，它其实是坏掉了。各位观众们，不要来这边，是因为这个坏了，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修好。你说2019年盖好的、啊？上面写的、啊。不会吧？有几月份完工啊？没有，而且2019。这个也太、好吧，不耐操。我们需要坚固耐操的标案。这边有一棵树，这个是哦，树旁边。这个是看像树干的那个装置艺术，只是我不知道的这个树木里面哦，其实可以走进去啊。这本来是以管窥天的，里面有一个洞。不然睡草就好了。昆虫的翅膀插在里面，但里面洞是长不了的，等下我们进去看看。这边好，别有洞天嘞！哦，充满树木的味道，哎，有一棵树哎，好酷哦！这个真的是真的。这个作品好漂亮，像有适合放书架的那种感觉。说下雨就下雨，其实这种这三句有落下来，它出来的那只鸟。对啊，可以停下来。有只鸟要下降的。嗯，是它？不是。你下面应该也有一些鱼啦。可是它有人放养，这个鱼就被破坏掉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态系的保存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禁止一些人放养。除了你放的是本土鱼种，都还是可以觉得接受。可是一般来说，有些人放那像、鱼跳起来了，怪路道。他跳起来了，翻白眼，他翻那个亮光，你注意看他鱼群，他其实鱼很容易贴近的。那个怎么亮光？看他一个鳞片反射光，他看到了。我看到了。跳出来了。三坑自行车道。对啊，也有啊。还不错。不好意思。他这边那个提防都有彩绘，还不错。因为我想拍的是那种比较很适合一般民众来走的路线。小的，哎，会买臭豆腐。可这边风就没有，这边没什么特别的风。对啊，说吃水龟在左手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。可是今天天气雾太大，所以看不是很明显，看得到坝的坝体，可是它是糊的。我们的坝，如果看到坝体就在左边，
放大家看一下，八戒这边，大寒七月。洛界的天气是蓝天白雨花，这边应该蛮漂亮的。可是后来今天最近天气都不太好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总是下雨，多愁。应该都热，还有像蓝雨也会啊。那你想知道你有长大志之后就会不会这样？这边没办法绕一整湖一周，大家只能绕一个半边，这边到这边结束。那这边还没有开放，所以可能之后开放，我想了。可是它也没办法绕湖一周，因为这个另外一侧半壁山其实没有开放。对，我觉得以前可以盖个步道，可以这样走到对面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走到山那个岛上面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走到生态园区到这边为止的啊，换下一个景点呢。说这个是真的，可后来发现这根本就是假的。有鸡有鸭，还有那是鸭子，他都会被骗，跑过来看一下。看来今天下雨，一样可以拍完美的漂亮的照片。是，这个也可以的。我们透过了专业的摄影手法。大汉溪。是。它是一个非常老的古桥，可是上面应该可以人走人，你看上面有人。他们走另外一边，好不好？是合影在一起的。视觉上面错觉作用，可以骗过很多人。何其耶！我不是讲，就是砖造桥。他说，网上不是有人说这个桥是有掺糯米加强型，就是以前的那种类似钢筋那种粘着的结构做到出来的。这个糯米桥的成本有点高。然后听说啊，你如果发生大饥荒的时候，把桥给拆，把它吃了就对了。那我今天要往哪里走呢？那边有一个另外一边上坡处，就是往上面走的地方，这里。啊，前面有一个，距离大概4公里多啦。那一万步道其实也快1公里了，清水步道也差不多也快要500公尺。说什么知名的虹桥景点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桥以前可能桥就比较小啦，其实做一般的步行的步道。牛车可以过了，可是担心冲啊！立马一小段站台，可以的，像有一个，但外边也有，这两边都可以走。也不错，大家说清水步道这两边都可以走，还是只有你待会要走看看。所以我走看看，可以走侧边就可以了，我要试试看到底可不可以走。哦，可以。哦，可以。步行角度缓慢，前进中。然后这样子走，环景一周。这是大家最想看的一周路线长什么样子。真实体验，比较拍完美的漂亮的照片，我们拍真实的画面给大家呈现。这是注意啊，这是烂泥地哦，不是一般的好走的路线，还原汁原味呈现。下雨天总是特别迷茫。我们接下来往下面，光影是最接近饱和的状态。九二的字，再画面一张。受着那种宁静的气氛，那种安静，除了有离城市的喧嚣，然后回家很好睡的这种散步之旅行。